上班要来穿草草。你不吃菜吗？这草草穿干净吗？这菜嘛才脏噻。你看这干焦焦的，我想嘛，穿了嘛，那毛这边的粪水给它挑硬点儿嘛，晾好吃噻。这菜都开始长了，这天气热就开始热火了。这干焦焦的啊，你穿了有啥子用嘛？你挑粪来硬都没得用的，不得长，你晓得不？要天给落雨下来，它才得长。哎，你做人今天是从的？你吃了炸药了的啊？一头走进龙兄哦。哎，这虫我没得用的，光是落雨。你看这个是强不强落雨嘛？天高就云都没得，好久没落雨了嘛。要等到落雨嘛，怕这个菜都要不得了。毛石边有点肥，把洗澡水那些毛石边装进的，那个它硬了嘛，那脏哈嘛。你这挑粪来引起不到啥子效果，万一那粪挑完了，你用啥子来引呢？还不是往那天上落雨下来才有效果啊！嗨，你做人真的是怪，喊你去干这样，你要去干那样，那破了的棒棒，你想啊，不要得去捞回来，应该是不听使唤。你这个人真的是，嗨，你这个人还恼火，你又不敢喝暖，两个人弄你吵架，还走起来还凶得很，自己不敢喝暖，你还喝啥子嘛吼？啊，棒棒又没人盘你急的，我可在这儿捞不捞嘛，我慢慢自己捞，慌啥子嘛慌？我烧的时候就捞，我都捞回来，我都还来得及。但是这个菜就不一样噻，这个菜就啊该长的时候就要长，不然到时候就过时了，晓不嘛？到时候人家的菜都吃得了，我的菜还没得你味儿家。你们是只晓得吼，那急也急捞噻。你是要等到啥子等到我去干了？你穷急了，你要胆子长大了你。那棒棒是我捞的啊，我是富人家，你该是你男子汉捞的嘛，我捞得起吗？我捞得起，我找你干啥子？我喊你干啥子你就干啥子，喊你去咬鸡你不要去咬鸭子，喊你坐到你不要站到，你懂得起不嘛？就是这样子。你是哪个哟？我要干啥我就要干啥子，我还听你说。要么得脚干呢。好了嘛，个挑硬哈嘛就开始长了噻。那你不是白种啊？不是种来干啥子种嘞？工人回去的了，别在那找找找的。我晓得想干啥子再干啥子。我样样的干了嘞。
热火龙虾应该怕要涨，结果冬天没涨是啥子？这个可能下一季下一回好赢。现在油壶街上贵得很，卖两块钱一斤了，多人买来用水果用菜那些，真贵得很。所以不能不行，还要不行。